久梦想演唱会迎来第25个年头，18月下午在首尔盛大展开。今年由 SJ 利特、陈昭明以及 B1A4 的孔灿联手主持，而出演阵容更邀来了泰明、胡春、何晨昀、Red Velvet、妈妈木、Seventeen、NCT Dream 等多组大家喜欢的顶级明星，要让你嗨翻今晚。나오기때문에데뷔앨범이나오기때문에그앨범활동에집중을할것같습니다앨범활동좋아요역시퍼포먼스답게셋뭐사랑한다야사랑한다Thank you.